对面这边有点，对面开局有点伤啊。这边未丢，未是一未让 buff， 我没眼了，不然的话我去我们红插个眼了。未让 buff， 龙王交闪现。消失的毒侠今天不敢再过来，没状态了已经。还不回啊？非得杀你一波才回是吧？我先观察多多劣势，说一声。我一往上靠，他就消失了。哎呀，小兔子来了。我喜欢和这个发育型的英雄，发育型的中单去打啊。发育型中单的话我就比较好发挥，因为节奏会比较慢，慢的话我就好发挥了。慢就意味着机会会多啊。节奏快的英雄的话就不太好发挥，莫名其妙的可能就加没了，然后队友死光了。说的那么惨，我飞下去感觉也没加多力啊，而且对面的位可能是在靠下半区的。哎，这闪为什么不交啊？闪跟时代为什么不交啊？能交出来的呀。
上单治疗为什么叫啊？来啊，王生！哎呀，这死好强！哎呀，我这死好强！我下路怎么？哎，下路太难玩了。女枪加大头的确对线有点凶。哎，这波对于我来说好亏啊！哎，刚才主动不死，就要闪电，只要不死就好了。不死这波他利用他的技能回下血，感觉。是不是有机会能打？这位前期其实都爆了的啊，反正就这样。下我必须得拿，下我不拿我中哪没了。我们下路被消耗的非常非常惨啊！这女强加大头消耗的有点不留情面了，有点手太长了。拿到公司装都700了已经。给消耗的，我的娘嘞！看着都残忍。完了，没了。盲盒没二。哎呀哎呀呀呀！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，兄弟？哎，他让我上中路啊！不行不行，我要下下路，我他妈这白给的人都不拿，我拿下路，中路这人都一十二就闪了，疯货！打了我闪，讨厌，好讨厌！我如果现在回家的话，我得等50块钱。到时可别后悔哦。别打我，大哥，大哥，你一辈子做不了大哥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
下路的线对了，太难受了啊！他们一直在被强推，一直在被强推，血量被消耗的非常的惨，这导致我去帮的也很难打啊。虽然他们上单也很惨，但是我们上单是个九桶，九桶是英雄的话，不足以开路，这英雄开不了混了，只能对线游一游，比较油这个英雄。上单输剑姬，我就很有信心，剑姬带线啊，所向披靡，有 TP， 哇他装备怎么这么好？这波还不错，这波还不错嘛？谁养的爹啊？这个，他装备怎么那么好啊？他吃到三层都塔皮，三个人都有大人头，150刀，哇，那装备好好。龙王发育太好了。闪现呢？你在干嘛？这种闪现是必交出来的，为什么不交啊？两波了已经啊！我用这个闪现是不可能叫不出来的，而且他知道自己会招那个不闪现，他会招必死啊，是最致命的技能，而且明显是有很长的一个时间缓冲，这都不闪就是自己不要不想闪了，就是自己故意不闪了啊。这盲僧非常的狠啊，这盲僧，他那个末影过于 Q 没 Q 到，其实我就不是很想杀了啊，因为杀他就得费时间了。是吧？我要 C， 你别拖我后腿！我跟你说，你这个小葫芦娃。
拿龙拿龙。哎，这龙也不打，乌龟都活了。哎，这队友也太强大了。打龙啊，大哥，你这老是打架干啥呀？完了，就用替身收位置送了。跟他嘛这队友？看不懂。一点屁事没有，非要这样玩，为什么要玩玩这个游戏啊？这样玩玩游戏啊？哎呦龙啊！成功点了一万遍了，就是要越塔，就是要越塔。果子呢？我吃果子，我把它宰了去。小兔崽。这第二条龙是直播，我真的无法接受。那龙是必拿的啊，而且第一波把塔给回头拆塔，然后就拿龙就可以了。硬也是要越，这越的我都。越的我都无法理解。伤单本来优势很大的，然后这几波打下来之后就没优势了，一波 TP 也送掉了，而且越打他就越难打。如果能吃果子，吃果子一般留一个，我操！
不成。嘿嘿，这个哪有？这个哪有？这个就哪有？这边锁头啊，是吧？得出中亚了。到时可别后悔哦。我操！死的好难受，哇、哦！这死的好难受，我的团战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位啊？参照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位啊？参照，哎，你他妈的，你这大头忍了很久了，我跟你说。死到之后团啥也 没摸到，然后闪还没了，这铁猪逼吗我？咋了？你这个小子，老想搞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你妈的，你这个，对，大狗狗，老是想阴人啊！怎么宰了，猪逼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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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路过车，当然了，就差这车的钱。补兵不努力，下一句。有点蠢，卡牌没火爆，只真的有点蠢。
卡牌精灵没火爆是真的很蠢，超级蠢，都用不到人的。找对面有个位，哎，找到，找到，还是不应该做火爆，还是不应该做双亚，应该做火爆。放跑了，原地跑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 又他妈烂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正在。快回，快回。钱都给我吃，钱都给我吃。哎，他们很会打大龙哎。完了，这毛孔怎么这么顶啊？我希望你顶，但是我不希望你这么顶啊，大哥，你也太他妈顶了。不是，你可以顶，但是你不能这么顶吧？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不是，你可以顶，你知道吧，兄弟？你顶我很开心，但是你不能这么顶啊！你这么顶，我怎么顶啊？六神的都，我操！都十八级了，太顶了！别杀了，让我杀，让我捡两个。我要去把大头给秒了。给你们看人间蒸发技术啊，兄弟们，一张蓝牌秒大头，秒大头。啊，算了，还是不要秒蓝牌，就喊蓝牌。蓝牌秒不掉的话，就把他放跑啊！我给拿烟去。盲僧，我们虐血，盲僧。虾哥虐血，虾哥虐血技，冲啊！冲啊！冲啊！虾哥虐血，虾哥虐血，虾哥去虐血，虾哥去虐血，虾哥上上上，虾哥上，虾哥暖，虾哥上啊！虾哥冲！要不冲？哎，那龙凤，这龙凤四。